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位于杭州西湖的宝树路上，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杭州西湖的实景之一，神秘的宝树塔。这是去往宝树塔的路线图，这个建于五代十国的古建筑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杭州的这个季节，随处可以听到知了的叫声。这座山叫做宝石山，1000多年前叫做石老山，位于西湖的北面。据说这座山上镶嵌了很多玛瑙的晶体，每当阳光照耀时就会发光。通往宝石塔的路上布满了巨大的岩石，这些阶梯都是在岩石上凿刻出来的。这些巨大的石头上布满了绿色的青苔，没有被青苔覆盖的岩石呈红褐色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岩石呈红色，继续往前走会穿过一个狭窄的岩石缝隙，这个缝隙只能两个人勉强侧身通过。穿过这个岩石缝隙就到达了一个平台处，在巨大的岩石上建了一处凉亭。走过这个凉亭就到达了宝树塔，这个宝树塔的塔顶已经有几百年了。眼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宝树塔，我现在就在宝树塔的脚下。宝树塔的塔身呈八角形，砖砌的结构，共分为七层。宝树塔是杭州西湖的标志，在宝树塔的脚下还可以欣赏到西湖的景色。